近日杨迪在参加节目时正好碰到下大雨，保安认错人竟给杨迪助理打伞，杨迪本人灰溜溜地躲到屋檐避雨。从现场的照片上看，杨迪的两个助理的确都非常帅气，身材高大，说是明星也有人相信，而且他们都戴着口罩，如果对杨迪不熟悉的人恐怕还真的认不出来。再加上杨迪本人虽然才华横溢，但真的是其貌不扬，再加上当天杨迪的穿着很随便，看起来并没有凸显出什么身份特征。在照片上我们也能看到，当天杨迪穿了一身黑衣，上身只穿了简单的套头卫衣，搭配黑色裤子，即使下雨也没有戴帽子口罩，这样一身接地气的装扮让本就长相不那么突出的杨迪更没有辨识度，怪不得保安会接错人，的确是有点说不出的苦，杨迪也太难了。杨迪虽然其貌不扬，但喜欢他的粉丝也是很多的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